于找到能重现我的母亲阿贝师傅黄金蛋炒饭的做法了。咦，小当家，真的吗？没错，但我需要你的帮忙，我们一起合力来完成它吧。没问题，助手就交给我吧。好，来吧。首先下油滑锅，加入玉米，增加它的鲜甜度，然后将葱切碎备用。接着将新鲜的米粒倒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小当家特制黄金蛋炒饭完成。太棒了，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来吧，嘟嘟，吃看看吧。那我开动喽。好刺眼的光芒啊！这金黄鲜艳的米粒色泽，还有扑鼻而来的香气。是哦，巧克力居然出现了一条金黄色的巨龙。这道炒饭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？简直是难以形容的奥妙。好吃，这道黄金蛋